不要再不回来了，屋主声泪俱下，哭诉怎么都想不到，华光积蓄买预售屋，房子竟然会被转手卖掉。他本来要让95岁的妈妈。请妈妈来这里养晚年，结果现在也没有房子了，全部都是劳工阶级的。现在房子没了，钱也捞不回来，我现在是欲哭无泪。安身立命之处没了，嘉义民雄这五户人家指控跟建商买预售屋，两三年迟迟无法交屋，到场一看才发现，看房子发现人家要装潢了，结果才发现早就被过户掉了。实际来到现场，的确有工人在现场施工。五户屋主出面指控，总共付了1359万买预售屋，结果建商把房子信托给股东，股东竟然又把房子委托给房仲销售，指控建商一屋二卖，来回赚了超过3000万。没有依照政府规定的法令，预售的时候就去登录，唯一解决之道就是请邓先生出面处理。他处理的方式是说，我开一张本票给你们。三个月后兑现，缓兵之计啊！今天鬼才够讲。被指控的建商低调不受访，私下透露都有在跟屋主协商，只是民众买房以为可以有一个家，如今房子变别人的，还得走漫长法律途径讨回积蓄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吴慧珊加以报道。